林刑警全副武装，使用震爆枪破门攻坚。冲破铁门直捣黄龙，藏身新北市中和大楼内的是个诈骗机房，用的是全新手法。We are looking for more and more members in India, connecting all viewers on Facebook and YouTube. 这支精美宣传影片，不说还以为是哪个跨国企业的广告，其实这是用来吸引投资的华丽噱头。七名台籍嫌犯锁定印度民众，先在社群化名成立粉丝专页，多管齐下，宣传按赞就能赚钱的好康。就这样，老定就老咖，宛如老鼠会一般。这些被害人疯狂砸钱升等，但当他们想领钱时，嫌犯却就此消失。那目前他会员还有2000多个，那我们专案小组也不排除那可能有国人啊隐藏了被害的还在里面。笃信四面佛的杨姓主嫌，落网前曾到中和拜拜求签，不料求得下签后随即落网。这帮以诈骗为生的台湾人，骗外国人丢脸丢到海外，法网恢恢，连神明都救不了你。记者杨忠胜、陈玉璇台北报道。